海螺，家人们啊，这是我大连的老妹儿从大连给我送过来的海螺，你们尝尝好吃不啊？啊，哇塞，活没出来啊，把这个不能吃啊。有点烫，看海螺肉蘸点辣椒油，黄，还有大个的啊，这个是内脏，这个不能吃啊。OK， 哎，太好吃了。来个成功的，来，来宝贝儿，来宝贝儿，来。我就不信了。来，抛飞，这个就成功了啊！先把黄给它吃了啊！把这东西给揪一下，特别劲道，哎呀妈呀，看多好的花，蘸点辣椒油。